我的网恋女友选择了我这个穷小子，所以我要以我的方式不让她失望。哎，这么巧，早上好啊。早上好呀。这一晚上没见，就有点想你了。要不我去送上班吧。想我？嗯。我看你是来看着我来了吧你？哎，我怎么能看着你呢？怎么，楼上有人啊？富二代那小子来了。是啊，怎么了？我上来看。哎，不行。开玩笑呢，都说不联系了，你还说我呢？你身边小姑娘那么多，你别瞎说，我身边哪有小姑娘啊？我身边小姑娘再说跟你也不一样啊。哪里不一样啊？就是，不一样。我刷跟你说啊，我身边的女孩只分两种，一种呢是你，另一种是其他女生。要不？上班，走吧。哎，你怎么送我呀？你车呢？啊，那个，我觉得吧，开车陪你的时间太短了，所以今天我打算带你坐十一路。十一路？嗯。哪有十一路呀？就是十一路嘛，说白了就是走着去。耳边熙熙攘攘的声音，我再也不能融化你给的簇拥。